是占卜陈怡静，今天认什么？一档浪漫告白却失败告终。那最近呢，自称对政治很敏感的一档一直指控西蒙内部有两个政党密谋推翻马哈迪，而他们愿意支持首相马哈迪。所以这样听下来呢，就有点像是在说他要跟你离婚争财产，没关系，我跟你在一起。不过这么浪漫的告白呀，居然被拒绝了，马哈迪可不买单。那他就说他不需要在野党的支持，特别是伊斯兰党，他只需要50%议员的支持，而西蒙在国会也有超过半数的议席。那虽然一党呢是一直在对敦马示好，但是马哈迪似乎就没有要放过他们的意思了。那反弹会说没有查到伊马公司曾经汇入9000万令吉到一党银行户头的事，马哈迪就帮忙解读说这是反贪会目前的说法，他们可能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资料，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马哈迪再举例说，就好像前首相纳吉窃取国家的钱，那些证据还没有搜到，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纳吉他没有窃取国家的钱，也并不意味着纳吉他是清白的，我们等着瞧。那你见识到了吗？回答记者问题还能够一次说两个人，只能套一句很老的话说啊，姜还是老的辣。